爸爸跟你说，爸爸有偷买的东西哦，不要跟你妈妈讲哦，爸爸有偷买的东西哦。我一定要跟妈妈讲。妈妈，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？相机啊。哦。特别照片看。好，小胡，今天有人要被骂了。你们再不乖乖吃饭，就有人被骂了。你买了那么多才上，谁还要再买一台？不被骂不是很奇怪吗？开出来，你们在骂。你不是相机那么简单而已，好不好？你跟爸爸说，那个买一台相机就可以买多少花了，对不对？嘿，结果你们还是拿去买森林家族啊？灯光屋，还有灯光屋还比较贵的。加灯光屋，我忘记加了。我是小黑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那我今天呢要来玲玲的开箱喽。我今天要开箱叫相机。什么东西？相机。是相机吗？在哪里？干嘛？开工刀。还有这招哦，这我爸爸昨天已经拆了，你先拆这个。昨天被妈妈拆的，怀疑妈妈是要检查爸爸买什么。那这是记忆卡，应该是记忆卡。哦、爸爸是等好久了。记忆卡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给妈妈看到买什么？给你猜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开箱给妈妈看这是什么？妈妈先帮我看一下，好，来给妈妈看一下这是什么？这个是。快点拿，妈妈要走掉了。小小的相机，第七代的。GoPro 七。对 ，GoPro 第七代的。完蛋了，妈妈没反应。啊，里面还有的东西先拿出来。哇。哇。GoPro 七呢？对啊。用来插 GoPro 七， GoPro 七拆的时候好像比较复杂。GoPro 七印象中没那么好拆。嗯，你真的可以吗？这是下面挖沟。你先拆这个好，爸爸研究一下。因为小茹说他没有拆过。对，第一次看到七代的。哦，这边要撕掉，这边。耶。我们先拿那个出来。那在这是虾米挖沟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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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为什么人家都那么好拆？还是他们把这个步骤省略掉了？还是说这外壳要拆掉？这样才好啊，这样就可以接吗？好像真的要破坏才可以拆吧？对啊，这边要破坏才可以拆，破坏整个都粘住了。为什么这么粗鲁的画面竟然没有看过呢？哇！哇！难道他们是没有粘胶吗？哇！这个等一下再来。期待一下。哎，这样就比较好拆哦。你看，它是一个小盒子。GoPro 给你看。哦，还有贴纸哎！教你怎么装壳的，好。还有贴纸哎，爸爸贴纸送我。
贴纸在哪里？贴纸。这个、哦？好吧。陈一文。来。这上面有粘胶哎，然后呢，这是要垫的，这要这样垫着，然后这好像也是一个垫着的，然后这电线，那这是叭叭叭的记忆壳，这是电池，哦，电池，好，太可惜，好，那 GoPro 呢 ？GoPro 在的，哦，他们有送外壳，没有送壳啊、哦，还是啊、哦，已经在里面的啦。它装在壳里面的。是这样拆吗？他没教我怎么拆。哎呦。怎么了？粘不上去。粘不上去，它是这样子装上去的。爸爸也不会装，爸爸也没玩过。我要玩，爸爸要玩。还是要这个？好像有点。这个。不会装。好像不是小米的功课。先装电池，先装电池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是一个美国人带买卖给爸爸的。小米外公。你认识美国人吗？认识吗？认识啦。谁？我们班好像有一个。多吧。有一个人。然后吧，他有个同学，妈咪不要用相机。他的妈妈很，他是美国人。是哦。对啊、哦。爸爸要介绍那个美国人，他以前带爸爸去 Google 吃饭、嗯，然后那一天呢，那一天还火烧车，那车子还起火了。爸爸找照片给你看，你有没有看火烧车的照片？有看到？我没看。My God， 对，这火感觉可以 BBQ 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可以烤肉，烤肉，这火真的可以烤肉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妈只记得他这件事情而已。这要怎么撕掉？拆，这个开出来，这个放出来，破破挤出来。出来，这外，它这可以撕掉，这个可以撕掉，保护贴，对。手。电池装哪里？上我。电池装这里。电池装哪里？电池装这里。开机了，开机了，你按，给你按开机，上面这个。照地灯。太亮，没关起来。没关起来。对，按下去九点，按九点看看。哦，好可爱。English， 中文。中文。嘿嘿，我觉得我可以。开 ，GPS 开。在手机上安装 GoPro 的影像应该是 OK。我想念。在手机上安装 GoPro Pay 应用以 GoPro 应用已完成设置。安装软体哦。然后什么摄像机保持开机，什么。哦，记忆卡没装。应用说明进行操作。还要装那个 APP。APP 啊、嗯，那等一下，日期。
今天十二月。对，是2018年。来，爸爸这边来，我们先装记卡。十二月27号。我也想完啦、啊，它没有电，先充电跟装记忆卡吧。好，这样防水哦。防水？它是防水的。还有一个东西啊，还有一个东西，这个，这是姻缘线。爸爸跟你讲啊、哦，这个 GoPro 呢，这个 GoPro 7呢，台湾卖15,900，美国卖$400，美国卖12,000台币。那这个线呢？这线台湾卖1,900，所以你说这是整组爸爸买多少钱？1,900是这一条线，台湾的。1,900。台湾这个一条要15,900，啊，这个一条要1,900，这样就18,000了，快18,000了。18,800，17,000。等一下讲价钱的时候，你讲大声一点。所以这一台爸爸买回来只要8,000块。18,000。8,000块。8,000块。啊，对，不是18,000。嚯、哦！这样台湾要18,000，我请老吴带回来8,000块而已。员工价0.5折，打对折了。妈妈好像，他朋友在 GoPro， 所以他可以拿到员工价，可以打对折，可以哈、哦。Andy。害羞了，害羞了，讲话讲成这样。我是在故意的。不是害羞吗？不是。那你讲说，就是，哎、欸，没电了。希望我的影片记得帮忙一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